来，过来呀，这个叫紧急出口，所谓的我们游览车的安全门，然后它的开启方法是把玻璃拿起来，然后往右手边搬，然后往外推，对。哦，这安全门，这个安全出口了，就对了。哎呀，万不能这安全出口撞击我都亏啊！这急迫门要怎样处理？急迫来。哎，你的液体锥放在哪里？急迫装器是装在玻璃的中间。放在这边。对，一台车有三个急迫器。分别是在中间跟后门上来的中间那边，后门上来的，上来的这边两个，还有一只在哪里？一只在司机驾驶座旁边。哦，司机驾驶座旁边。哎，急迫器使用方法。哎，急迫器，急迫器使用方法，往这样轻轻搭一下，它就开了。然后它的敲击办法是往玻璃的四个角落。四个角落是最脆弱的，这个尖尖的地方敲击玻璃，四个角落是算最脆弱。然后有裂痕的时候，大力轻轻推一下，它就玻璃就开了。四个角落都要挤，不用不用，只要挤一个，挤一个点就好了。对对对的，这样玻璃就会破，脆裂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司机哈，好 ，OK OK。